这白色剪影好美，真的。然后，我看一下，我开启什么？这个应该。哦，哦，他就是要开启那个才有他的 CG 图啊。这是棺材，然后这是死者的。他那时候手，看他手的。这个蝴蝶，哦，全部 CG 都拿到了耶！哇，有点让人愉悦。永恒的爱，再多也没用，都直接靠 CTE 硬 A， 真的，我都靠 QTE 硬 A 下去。影响到越野兔，然后我要先去拿匕首嘛。我记得他说第四个结局，所以这个神父其实有点类似在指引他的一个人。真的要使用匕首吗？请，我想想看，将匕首刺进蝴蝶。Hit！ 恰！点点点！啊哈！啊哈哈哈！哈哈！我到底在犹豫什么？很简单啊，答案还用问吗？我的幸福就在眼前了，对吗？普利姆拉神。这所教堂处在生与死的缝隙中。那天我想要寻，是不是？我就说嘛，是不是？他是处于在生与死的边缘。只是第一个结局，他的老公是跟他讲说这是梦，我没有死，现在我在死亡边缘徘徊。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神父你会在这里？对啊，为什么他会在这？我之前已经说过，我希望你能够幸福。而我的愿望已经传达到了，只是你选择了这条路有些遗憾。你这么说我很高兴，可是除了这条路我不可能得到幸福。它就是我的一切，自从没有了它，我一直只是在空虚的世界徘徊游荡。不过我和他在这里重逢了，他一直在这里等我。他一定不会允许我先走，所以我不想再往前走了。我只要顺着这条路走下去，就能和他永远在一起，那才是我的幸福，是吗？那我就无话可说。谢谢你，普利姆拉神父，多亏了你，我才能得到救赎。如果不是你，我将会永远徘徊迷惘下去。那我走了。所以那个蝴蝶是。是算是他本体吧，我觉得。我觉得那蝴蝶应该算是他的本体啊。等一下，我先，他就把自己的本体给毁了，然后就代表说他不想要离开了。我该走的不是这条路啊，不然哪里？这里吗？然后为什么她老公一脸帅气的拿着一把刀，然后站在那边，在那边耍帅到底？不是你该走的路，现在还来得及，回去吧。我不要回去，我要和你一起走。杰奈，不行，你不能过来。我已经和你发过誓，要永远在一起。只要能和你在一起，就算死我也心甘情愿。不行，为了在一起放弃活下去，这是错的。求你，明白过来吧。为什么一脸居高临下往下看呢？我懂了，
进来。如果我回到回去的地方，就再也回不去了吧。我前面的路就只有你了，莲师。你这个傻瓜！别费心想要叫醒我，这里就是我要走的路。我已经听不见你的声音了。哦，来，我们走吧，前面一定是幸福的等着我们。看到鬼真正的幸福，哈哈。那这个幸福是对谁而言呢？是对他，还是对那个？是对杰乃还是对莲斯呢？不需要再过去了，靠鱼啊！他这个真正的幸福应该是只针对杰乃吧？我觉得，对杰乃来说，这才是真正的幸福啊！哦，看过了，我想起来了。嗯，我看看，我应该除了 End 三，因为 End 三我都看过了，我都已经来不及了，啊，全部的 CG 都拿到了，哦，结局，哎，可是我们很想知道其他另外一个结局的，不知道来不来得及，我看一下。如果有一个记忆没有拿到，该不会达到结局是无限轮回吧？哎、欸，他怎么躺在那边？这个人把所有人都杀了，为什么会死？是我杀了他哦，有点猛哎、欸！普利姆拉神父，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不好，你流了好多血。我也只能到这里了。你要坚持住啊，普利姆拉神父。接下来要靠你自己决定了，无论如何，你都必须往前走。他前面存在感刷太少，所以现在开始不爽，要开始刷出来，再出来多刷一些存在感。我该怎么办？我不知道。我累了，连师神父所有人都死了，我还活着有什么意义？怎么，好困？我就这样闭上眼睛就能从这噩梦中醒来吗？你给我永远睡下去吧你。End 三噩梦，所以他就一直不断的轮回轮回再轮回这样吗？看一下，我应该全部都收集完了吧，快点离开这里。我应该全部收集完了。进来看哦，来欣赏一下我的全结局收集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总共是四个 end。还有他这有给提示啊，不然我们要花更久的时间在那边找。不过他有一个有两个提示，其实很明显，就是两个结局条件最明显就是那个，匕首的部分嘛，拿或不拿应该就是一个结局，然后记忆的部分也是，记忆那如果没有收起也会是一个关键。比较让人想不到应该是最后一个结局啦。就是那个要去黑色房间对蓝蝴蝶使用匕首这一段，
其实老公也蛮帅的，他是算蛮帅的啊。这完全不恐怖啊，就只有被追杀的时候，不了解的情况下，你被追杀的时候，你会感到很惊悚，因为他突然冲过来啊。可是整体剧情来说，其实算是温馨的小故事，我觉得。啊，它其实是一个很温馨的故事啊。其实就是老公救老婆的故事，讲实在的是这样子啊，我觉得。对啊，老公救老婆的故事。老公为了帮助他老婆脱离这个噩梦，化身成杀神冲进来，把他梦里面所有人都杀光光。这一个是他准备自杀的那个画面，这是他回忆到自己要自杀的那一段。那这是神父的手印，那是神父断掌是不是？中间断开，原来是神父是断掌，给人招致不幸，不是那个中国都这样讲吗？古代传说。啊，好啦，那我们这一款六月新娘噩梦。就要到这边告个段落了，左手。